七，刚在干嘛？他越来越严格。中这个跳CD好强哦，真的要归好耶，归到不让他，归到让他不能跳耶，真的
敢呢，不怕我凹超敢。想太多。抽我中断了、啊，机会。啊，好稳哦，都不会想说我要拆边哎、欸。不会乱滚。哦，我没有用残影啊，怎么用残影呢？烧完吧，没办法了，怎么用残影呢？贴着。
杀手。机会来了，不要失误就好。哇哇，是他知道的吗？跟他打会这样，真的全台湾放眼望去，只有跟他打会打成这样子，很奇怪，绑手绑脚的。发挥的不好，摔了啦，干，受不了。啊，天哪！起身很会按，他起身很敢按下痛手，反应太快了。怪了，秦彦英绝招，秦彦阳绝招怎么没出来？他太了解我啦！
Hello, rainforest. Hello.
哎，赚到了，赚到了！他竟然出这个。接个跳动脚，我太慢按了，它落地了，没有算好。干，应该中的哎，哦，气死！
什么人会在这个时候跳啊？到底为什么啊？但真的有人会在这个时候跳哎、欸，很扯哎、欸，真的没有几个。我跟各位讲，真的只有他会做到这样子。我就知道哦，然后破解了。按下动手，这样子可以了。我终于想到了，但有点衰耶、欸。哦，我可以打他很多的、欸。我操！我操！啊！真的不能乱凹哎，干一凹就死哎、欸，好惨！靠背哦，哇，都快落地了！必须反击啊，这个时候。一定要反击了，压力啊，我们两个都在打压力的。四条，李罗，江峰，四条，李罗，江峰。他改啊，他改我，他改就换我要又要再想新的啊，延迟打之类的啊，延迟一秒打他、啊，不要一起身就打他，或是想要抓他。我这场又要改了，我也要改东西了。哦，好痛哦！一个气功打那么多。指令头怎么打、啊？他对我的指令头完全免疫耶，真的完全免疫。还是我要跑过去按脚就好了，跑过去按攻击了，不要再摔了。干，我又犹豫了。先这样吧。
们两个十命，他二十命。对，我们两个十命打他十命啊，等于说我们多他一倍的命数就对了啊，他值得啊，干阿哲真的就是超级大魔王。哦，真的不能跳哎，好烦哦。超久的，他没办法前 A 的，这只就可以了，就不能用刚刚同一种方式破了。看来我们今天给的压力都彼此差不多了。专注力都在这两场啊，
西地。我赢了。